大家好，我是金飞童，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南瓜。Hello everybody, my name is Evelyn, and I'm teaching you guys how to make this little pumpkin. 我用的是 Model Magic, 然后这是白色的，所以你可以上颜色。拿出一些，就是这么大的就可以了。我们先要上颜色，我们先要用橙色的，至少要画6到7 layers。我把我的粘土染好颜色了 ，I'm done coloring my clay。现在我们把它揉成一个小球，像这样子 ，Now we're rolling it like this。揉成一个球以后，把它放在桌子上。现在我们找个牙签，穿个洞在中间，像这样子。我们用这个牙签轻轻地放在上面，然后像这样子。就是像这样子，像个三角形一样。你看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又做一遍。修整一下都是可以的，像这样子。Try to make it as even as possible。像这样子把所有的都填上，蹲蹲蹲。等一下，妈妈还要做它的头哦，这个棕色的和这个绿色的树叶，这个让棕色。这个绿色，这是你需要的彩笔，棕色和绿色。好了，我们棕色的也染完了，揉成一个球了。然后我们就像这样子，把这个放在你的小南瓜上的头，然后你要再挖一点，像这样子，把它先。放在上面，然后你把这个挖一下，拉长一点 ，twist 一下，这样子，好可爱呀！这个把它染成绿色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个染成绿色，这样子的，点一下。像个树叶的形状，这个就可以了。我们加一些细节，先把这个牙签放在中间，像一个 V 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做，像这样子做3遍。然后你把它放在你的小南瓜上。现在我们的小南瓜完成了，再靠近点，我等不及看看你们做的是什么样子。